铁山弟兄，你愿接纳李念慈姊妹为妻，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她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。我愿意。李念慈姊妹，你愿意嫁给铁山弟兄，爱他，忠诚于他，无论他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。
这戒指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小初小心他娘，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摘下来还给我。他让我一定替小初小心再找一个好娘。 小白，还有什么好分析的？这空枪不是他弄来的吗？此事跟李崇光脱不了干系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起义失败，损失惨重，同志们的心情我很理解。但要判定一个同志是叛徒，还需格外谨慎。 此事到目前还有很多疑点，疑点？能有什么疑点啊？比如新军起义，欧巡抚不想我们动，铁山不好的局一定让我们动。倘若阿四真的叛变了革命，他究竟是谁的人？谁的人？无耻叛徒！谁给他好处，他就是谁的人。今天早上我去了趟沙面教堂，这臭小子一身粗心官服，四品顶戴，趾高气昂。 故障去掐死他，给兄弟们报仇。少白先生，这李大小姐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？是，怎么能这样？太过分了！就是，太过分。神马冲家，忘了再说话了。冲家兄，这是何意啊？兄台在婚礼上也见过，在下了。见过。那在下穿的是什么衣服？新军军官制服。那我的军衔是什么？离得远，看不清。 在下如今是统带，镇委兄最清楚。我以前只是个副统带，而且还被革了职。自从铁里联姻，我不但官复原职，而且还升了半个级。兄台口中那个不要脸的李大小姐，叫李念慈。李崇光只是他的堂弟。 而我，才是他的亲弟弟。这是这样啊？他李崇光是不是内奸我不知道。可要是因为这个说他是的话，那在下更是。啊，冲家兄，误会了。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多亏冲家兄运筹帷幄，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啊。 冲家兄，为救少白深入虎穴，对于革命大业有目共睹，哪个敢怀疑？这是一点轻伤。镇委兄严重了，最近情势风云诡谲，这李崇光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，投靠铁山？说实话，很可疑。 这些疑点必须要查清。嗯，是说的，一旦证据确凿，同志们请放心，此等奸贼，我和少白绝对不会容他，更不会因为私情而耽误了革命的大事。好，说的对。李崇光嫌疑未解，我等必须慎之又慎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辈同志。 凡是见过李崇光，还有欧淑云者，必须立刻转移。凡是暴露的革命接头地点，必须立刻停止一切活动。好，好。
好，对对，你去按重甲的部署执行。是是是是。重甲，这是建议，定夺还是要少白雪？重甲同志考虑的周全，就这么办吧。是是是。从李家大宅门嫁到我这座破庙，委屈你了。说起来，我是个将军，可是赚钱的法子一门不灵，一年的薪俸还不够李家吃一顿呢。我们李家的小孩听到你的名头，恐怕连哭都不会。被子，睡别的地方。哎，你等等。早点歇着吧。信奉洋教，总不至于动武伤人。铁某虽一介武夫，比你嫁我，已大感不安。难道还像市井无赖、流氓土匪般动粗？你把我看太低了。这玩意儿，你用不上。是我痴心妄想，竟然想要娶你。人虽来了，可视我为仇寇。你如此恨我，又怎能做夫妻？罢了罢了，
明天你可以回去，我不会拦你。只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你说什么？爱仇敌？那怎么可能？我能爱杀了秀兰的贼寇？你能爱我？一个杀了你弟弟的凶手，你不恨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不，我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一样怎样饶恕别人。神已经宽恕了你的一切罪行，就像宽恕我一样，我不会再恨你。你能不恨我，心甘情愿嫁给我？我答应嫁给你，当然是为了救我弟弟。我说的是心里话。那把匕首，我是拿来防身的，从未想过报仇。当你发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真的很紧张。但你没有误解我，反而让我走。我知道你还是有良心的，所以我愿意嫁给你，只要你不再害人。除了乱臣贼子，我绝不加害别人。你可以不做这个官。田某乃大清宗亲，世代受恩于朝廷，国难当头，又岂能袖手旁观？李家父子二人若不是沾上革命党，好端端一个大户人家又岂会家破人亡？只要李家没人再跟革命党瞎闹，我又岂会跟亲家过不去？因此我对你一片赤诚，日月可见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崇光？杀死吧。那要看他怎么做，李崇光。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明一早还要去见少白呢。睡不着。下棋呢你？这是谁啊？别动。你爹。你爹才石头呢。那这个又丑又怪的是谁啊？铁山。这个呢？秦少白。那这些一定是革命党喽。那这个呢？我。你看上去还真挺麻烦的。相当麻烦。淑云，你看啊，你爹想走钢丝，谁都不得罪，没玩好，掉进去。先不说他，铁山，这局他大胜，靠的是阴谋诡计，打的是革命党，招招都烧上了，冲我来又不杀我，去念慈姐姐。让我官复原职，他想干什么？叫革命党疑我，断我后路，这样我就会投靠他。他知道我是阿四，我能对他有什么用？他接下来还会干什么？做他的大头梦吧！少白怎么会相信你是内奸？你怎么知道我给新军的军火不是空降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你当时又不在场呢。你疯了！我不在场我也知道啊，因为我相信你，
那拉车的要四品左半，从20两银子到坐拥我们李家所有财产，此人能量有多大，胃口就有多大。他究竟还想做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蛇要是大了，还真能吞下。 此人是监视中关系到革命的成败，崇甲绝不愿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又不敢不做最坏的打算呢，为师难以决断。其实这些日子，我也算进了些事，见了些人。革命、造反，跟拉车正贩过日子就是不一样。 干踏实的人，脑子跟老百姓也是不一样。你想说什么？站在这个位置上看我，身上是革命重担，身后是革命志士的性命，你还能信任我吗？ 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怎么看，我都是内奸。不可能的，少白他可不是一般人，谁都别想骗他。真的。 那这个是谁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一连串的事太蹊跷了，革命党内部，咱们身边，很可能有人配合铁山，在背后搞鬼。你是说，他才是真正的内奸？ 我也拿不准，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？怎么没有我呀？有我在，你别怕。 见利忘义，无耻之徒！竟然为了区区20两银子，称爹叫娘，做人家儿子。见自己行情见长，顺水推舟，便投靠了欧学府，一来二去尝到了甜头，还敢投机革命。冲亚兄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！ 此人居心叵测，若不痛下快手，姑息养奸，任其做大，将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。郑文兄，你怎么想？锄奸。少白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件事，也只好先瞒着他了。 下板子，叫你们东家知道，还不得骂你们偷懒啊！这位太太早，实在不巧，今天小店盘点，您看伺候不了您。那可不行，你们东家给我准备了2块料子，说好了今天来取，可不能叫我白跑了。哎呦，这事儿东家真没交代。没交代，那就让他过来。怎么着？ 你们开门做生意的，还有不让雇主进店的道理啊？
看这样子，还不定要等多久。你不能进来。我们家包车夫来伺候我呢。赶紧打发人给你们东家传话，就说我们来了，死等他。多少人手？八个弟兄都是好身手，不够，再加一倍。你亲自带队，见机行事。是，知道什么叫见机行事？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太太起来了，赶紧预备早点，叫伙房的人上帐房之前，然后请示太太，太太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啊？是。要一下看一看喽。行了，别绕圈子了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去告诉少白，重光两口子，死等他。少白，谁是少白？您不是找我们掌柜的吗？我们掌柜姓钱。哎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要是惹急了我，你要怎么样？我疯铺子抓人啊！赶快动手啊！实话告诉你们，自从你们二位过来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我。见不到少白，你的冤屈怎么能说清啊？这是联络站，有消息他早该知道。他不想见我。你胡说！只是下边的人瞒着他。少白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以为你能猜透他呀？我给你打包票，只要能见到他。我恐怕见不到他了。快跑！快跑！
这位兄，你还有脸跟我称兄道弟？是少白叫你来杀我的？无耻内奸，人人得而诛之。 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们竟然冤枉他！欧小姐，他是个野心家，你上了他的当。他是什么人，我还能没你们清楚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少白知道该怎么处分你。就是少白下的命令，锄奸。我不信。你快闪开！我要诛此内贼，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。我偏不让。有种你就打死我们呀！你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真的开枪了。枪啊！因为我不敢。少爷。 真是神机妙算呐！赶紧不错，去景太太，先让他们姐弟俩聊着，看看到底是谁更滥杀无辜，谁不听上帝的话。是，真没想到，差点死在革命党手里，还让铁山来救呢，跟做梦似的。 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。崇光，恐怕你得想想，你应该怎么去做李崇光。姐，你想让我怎么做李崇光？铁山想让我怎么做？这意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李崇光，你的亲弟弟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死？ 顶着他的名字，不能做让他痛恨的事。我要对得起这个名字。可是你知道你现在处境有多难吗？姐，我这条命是你送我的，姐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好好活着。你快起来。 你就是李崇光，是我的亲弟弟。你做怎样的决定，姐姐都支持你。姐，来，来，来，崇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在哪儿啊？这里是火神庙。 铁山的住所，铁山救了我们，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置我们。大不了一死，反正革命党已经不相信我们了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要不，咱们服个软，求个饶。铁山呢，如今是我们姐夫。什么狗屁姐夫，你！ 大人。
又去见革命党啊？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崇光，听姐的，咱谁也惹不起，惹不起就躲，只要安分守己，我看谁还能冲到家里来杀人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照你姐的意思办。有我在，谁还敢动你？姐，我听你的。嗯。大人。哎，还叫大人？哦，姐夫。哎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哼，真有你的。哎，放心吧，我不怪你，我压根儿也没信过你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给你时间，让你去撞。看清楚他们本来的面目了吗？你替他们做了多少事？啊，替他们担多大的风险？这稍有怀疑，不容分辨，出手就置人于死地。你掏心掏肺的为他们，他们却把你逼成了敌人，可不是吗？我。别提了，要不是姐夫，我这条小命可真没了。弯儿转的那么快，你不会是在哄我吧？我还能糊涂吗？我还闹不清是个哪一头，谁要我的命，谁又救了我的命。我就是一车夫，趟这个浑水，无非图个荣华富贵，可也不能丢了性命，不是？他们真杀人呐，吓死我了！姐夫，我不敢了。崇光，哎，淑云，你也别再犯傻了。今天要不是姐夫，你已经是小寡妇了。说起来，你爹坏事也是上了革命党的当。崇光，阿四，是姐夫。哎，你一个车夫，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实属不易呀，有造化。要惜福，见好就收，从善如流，如此方能长久。我这些话，希望你能够明白。嗯，谢姐夫教诲。制造局，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姐夫放心，我一定会卖力气去做。制造局还藏有一些革命党，把他们名单寄一份给我。这个，革命党对制造局自然不少渗透，可有没有卧底，我可不知道。这就算有，也是跟石小白单线联系。哎呀，姐夫，你最知道他们的，用我又防着我。那就慢慢查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姐夫，谢姐夫救命之恩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起来，来。崇光还有一事想求姐夫成全，请说。啊，岳父大人现在封在牢里，说是罪有应得。可翁婿一场，总不忍心看他如此遭殃吧？你看，他一个疯老头子，您就抬抬手，让我把他接回去奉养，他还能活几天呢？昆臣真的疯了？姐夫还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听说吃的拉的都分不清了，啊，现在牢头狱卒全都是势利人，一个劲的糟践他，太可怜了。你对你的岳父大人还不太了解。他的鬼把戏很多，依我看，他是在装。那姐夫一定是听了谁的谗言了。姐夫是大清的忠臣，崇光常听人家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可见不孝之人一定不忠。崇光想学姐夫做忠臣，求姐夫成全，
先让我做孝子。难得你对你的岳父大人一片孝心，让我想想，如果昆臣真的疯了，也不是不可以。